运气不好呀。哎，这就奇怪了。丢三台，运气不好丢四台。儿子放出来。噔噔噔噔噔，那板子吸得太难受了。难受不？你看那个污染难受不？心情复杂了。求你这个判定，别他妈迷了，好难受啊！所以说这种围墙还是全部都打掉最好，不然老判定都打墙去了。Ha ha ha.
街市应该开不动门，佣兵没治愈。 开完！妈，这12分，这要是输了。
不捡垃圾了，这边垃圾也不能拉，不着急。加速。你在这边卡住。嗯，好的，我走了。这样打就稳多了，那打法果然是得变啊，每一次都是开局拉锯，开局拉锯，导致第一个锯没锯到人就崩了。他没怀表了，他卡住，卡不住。嗯。啥呢？
我倒读了，不想用医生，万一用了翻车，我试试。调香师，太屌了！ 要加香水，我就打你了。这鸟叫的 ，nice， 出的 nice， 无话可说，带弹射的。 这明明是20%的几率都不欧吗？那我这个运气也太差了吧！
两个石皮闪全都获得了，这还有个娃娃。 他等你叫了，欧呗，还不欧。